这小哥，你来得正好，老板交代我说有事情需要你帮忙。请讲，我给老板帮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他说要原话传达，我准备说了。有新门路，能进到厉害的新玩具，你一定也会喜欢。如果你肯帮忙，应该很快就能在店里上架。大叔因模仿的真相。稍等，我还没说完。新门路的出入口被堵，我派去的帮手也没消息，帮我出面解决一下吧，详情稍后发送。以上，老板的原话我就说完了。原来如此，是玩具店的地下阴晴生意出了问题，新进的一批货被卷进空洞里去了，果然需要我出马。虽然我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好像出问题的那些叫阴晴的玩具，就是你和你朋友们在收集的那种吧。老板说事出突然，这次除了照例的报酬之外，还可以给你一个样品作为谢礼，希望你喜欢。等等，这种质感，老板这批货该不会是……搭载第四代同步传导装置的最新型阴晴，释放的超声波能与各类以太武器的活跃性波长有效共振。按照官方披露的数据，对武器的平均初始性能提升即可达到 44.21%， 配备该类装备的战斗人员实战生存率至少能提升 30%。 安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声点，苏西虽然在这里打工，但他还不知道阴晴是一种战斗装备，不要在他面前说这个为好。什么超声波？什么武器性能？没什么，只是在说游戏设定。苏西你不太关注这些，其实阴晴也有桌游的玩法，在设定里每种的性能都不一样。是类似台球那样的玩法吗？毕竟都是圆圆的。你们等一下，老板刚才发信息给我了，他有话要我向你们转达。看来是遇到行家了，好玩具在你这样的人手里才能发挥价值。正式到货后，如果你来买，我会额外帮你进行专属改造。哇，没想到老板竟然要亲自出手。谢谢，不过不用了。虽说我的确想买新阴晴，可就算我们狡兔屋三个人的账户余额加起来，也买不起最新款。正好我手头就有一只，是老板送的谢礼，反正东西在我手里也发挥不了作用，就给你好了。真的吗？那等到对付那个上级遗憾无玩家的时候，一定能轻松不少。听起来你们要去见其他阴晴玩家吗？放心吧，以老板的技术绝对能让他们过目难忘。那你们稍等一下哦。久等了，赠送的样品已经改装好了。这个造型我很喜欢。造型和颜色都很适合你，在你手里一定能发挥最好的功效。谢谢你，还有老板，我会好好珍惜他的。随时可以战斗。随时可以战斗。
时间。指教了，神将。
龙柱横扫，无招可挡。要载你一程吗？记得系好安全带哦。准备就绪，安比就位，随时可以战斗。准备就绪，有事，我可是很贵的，随时可以战斗，行动。狡兔出手，有事，我可是很贵的。狡兔出手，这次有事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吗？准备就绪，这次要做粗活。狡兔出手，万事无忧。接通了，文雷，听得到吧，哥哥？那么，开始做生意吧。啊！危险目标法布提，他拥有绝对力量，臂膀可格挡伤害，并且他擅长发动连击。好好招待你的，用这个。
委托目标搜寻遗失的殷勤货箱，已到达货物遗失位置附近，暂未发现外观匹配的目标。先在附近找找看吧。新的可用路径已标记，走吧。哥哥，拿到东西后就从这里离开吧。好像是为列车分轨用的设施。看来要持续施力呢。有没有合适的重物？哦，是废弃的建筑材料吗？这分量足够压住分轨器了。把它推过去吧。小心别推到边缘。检测到货箱外观与搜寻目标匹配，当前任务已完成。很好，东西拿到了，现在可以回去了。新的可用路径已标记，走吧。检测到危险目标，建议在其闭合状态下建功，当其核心亮起时请尽快远离。交叉火力，安全第一。
你想吃什么？乔普师傅亲自给你做。都不是事儿了。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，总能在这里找到喜欢的。怎么样，买到你想要的了吗？你们来了，保险箱的下落已经查清楚了。我之前交代的事怎么样了？你是问数据盘吗？当然是已经顺利修复了，而且就像妮可之前猜的那样，里面果然存着保险箱的数字密码。好了，各位，多亏了神将的帮助，现在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了。安比，说明一下计划。好的，各位。请看这张西艾利多的地图，行动计划是进入克里特空洞，击败上级乙骸杜拉罕，抢回保险箱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那摊开这个新艾利多地图有什么特别用意吗？妮可说让我们拿出些专业的样子来，不能让合作者看扁了，不然事成后不好收场。说多余的话了，比利，为什么你不看着点儿？不怪我呀，尼克老大，我不知道安比准备的专业会议是这样。哦，难怪集合前他看了好几段《刑侦电影》的开会片段。那个，我们都听得到。总之，目标就像安比说的那样，简单明了，找到保险箱。抢回来，从外界没有手段可以查看空洞内的实时状况，空洞内的支援与指引就靠你们了。
成功进入空洞，赶紧去找我的保险箱吧。话说回来，尼克老大，你是找谁查到的保险箱位置啊？哈哈，这可是商业机密，怎么能轻易讲出来呢？不过嘛，在场的也都是自己人，我倒是可以稍微透露你们一点点了。尼克，你其实本来就想说出来显摆一下吧。请不要这么快拆台，尼克在这种时候脸皮意外的薄。喂，都让你别说多余的话了，安迪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在调查协会里有几个熟人，最近这个空洞的例行观测任务和以太资源采掘任务恰好由他们记录，我给了他们一些无法拒绝的条件，让他们帮忙比对这个空洞最近两次异变的数据，把有差异的特征圈出来，就可以锁定保险箱所在的范围了。哦，不愧是尼克老大。让他们帮忙比对这个空洞最近两次异变的数据，把有差异的特征圈出来，就可以锁定保险箱所在的范围了。不愧是尼克老大。等一下，这段我刚刚是不是听过了？神将，你愣着干嘛？该出发喽。虽然我知道保险箱所在的大致空洞区域范围，但怎么抵达那里还是得靠你哦。那个上级野孩的信号就在不远处，请先抵达此处，方便继续定位。必经之路上有敌人盘踞，大家小心应对。保险箱的信号越来越近了。分辨率好像也降低了一点，这表示我们已经到达，对吧，神将？抱歉，我没听清，尼克，你刚刚说了什么吗？喂，引导中可不要走神啊！你是我花高价雇佣的神将法厄同爱，哼，小心我给你在神网上打差评哦！小心我给你在神网上打差评哦！虽然可能是出问题了，但我还是有点火大。哥哥，不是可能出问题了， HDD 确实有点不对头，后台有一条报错信息，稍等，我同步调试一下。店长，我们要继续走吗？各位，空洞活性好像有点影响 HDD 的信号，大家小心点。好像发生了变化，毕竟不能指望怪物待在原地呢。
奇怪，这是系统出故障了？难道是显示设备异常？稍等，我调整一下 HDD 的设备。临时调用了后备显示器，尺寸什么的，将就一下吧。妮可，你们状态还好吗？妮可，安比，比利，等等，恭喜大家的信号一下了。回来了，不是我主动回来的，是被弹出来了。HDD 和空洞内的连接断开了，赶快开始紧急调试。嗯，不行啊，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，还是没办法恢复连接。奇怪，按说 HDD 用的技术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受空洞活性影响才对。不过最麻烦的是妮可他们，现在除了 HDD。根本没有其他联络空洞内的手段，没有萝卜，也没有绳浆，就算他们有以太噬性体质，在空洞里待太久也会被侵蚀的。嗯，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了，重启试试。不是有这样的玄学吗？只要切断电源，稍等片刻，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不是已经强制关机了吗？为什么系统界面还亮着？难道说无法连接？并不是这边的原因。我还以为你们永远都发现不了呢，发个头。哎呀，大名鼎鼎的神将发个头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，这个系统现在归我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们没资格问东问西，给我听好了，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我要保险箱的密码。保险箱？等等，那是什么？什么糊涂？喂喂，你们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快把保险箱密码交出来。虽然你这么说，可不知道的东西就是不知道嘛。好，回答错误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吧，看来我只能帮你们回忆一下了。现在被我操控的这台设备对你们来说似乎很重要。等等，这家伙难道是想王的惩罚。不要，阿尔法数据站。现在明白了吗？只要我动动手指，你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零和一。这次先处理一部分，记清楚，你们的命运现在在我手里。你们的客户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，也就是那个保险箱。我很清楚你们从白老的数据盘里拿到了箱子的密码，仔细斟酌给我回复。这个可恶的家伙。哦，说起你们的客户，那几个倒霉鬼可是现在还在空洞里下转悠呢。嗯，刚才正好录到了不错的东西，或许这些视频能帮你们下决定。法乐童，我把东西给你们传过去了，视频存取的功能还给你们留着，找个别的媒介播放，动作快点。别的媒介？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可用的设备？哦，电视机。好，我去把视频转录到录像带里。敌人，侧翼。喂，
回事？一直沉默着，自顾自地走着，也完全没有规避战斗的意思。哎，神将，生气了，因为尼可夫定金石杀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吧？才不是呢！奇怪了，从进入空洞开始，他就完全不像是在引导的样子。难道是外面遇到麻烦了？喂，你是不是遇上了什么？治安局的随行人员吗？我们可是盗洞客，就算跟他们出去了，也只会被抓走监禁起来。只有我们的话或许会那样，但是加上他的话，还记得吗？治安局的政策，只要检举绳匠就能戴罪立功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比蒂的提议具备相当的可行性，利用绳匠的身份交换我们的安全，或者是继续徘徊在这里等帮部恢复正常。尼克老大，我不会逼你选择，究竟要怎么办，我们听你的。尼克老大，别叫了，这里不适合久留，走吧。协会眼底窃取空洞利益的狼与狈，我见过很多为了利益而相互坑害的组合，但为了保护法厄图的身份秘密，他们竟然放弃了逃生的机会。啊，可惜了，被袒护的人似乎并不打算回报这份情谊。好吧，我输了，我告诉你密码。哥哥，你这是？但要把密码给你，我需要先拿到系统使用权才行。怎么还在讨价还价？你们还没接受教训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密码是借助神网的算力恢复的，在神网有备份。
把系统控制权还给我们，我们就能把密码。这不可能，升降盗洞客都是诡计多端的人，更不要说一直暗搓搓地尝试夺回控制权的法乐通。等等，这是我有备份是吧？把你们的神网账号交出来，自己去取。怎么不回话？哦，差点忘了，神网是神将事业的根基，被夺去了账号，法乐通存在的证明也会一并被抹去。不过要想救空洞里的那几个人，你们可要考虑快点，他们在空洞里待久了可是会变成怪物的。我们把神网账号交给你，然后呢？我们的系统被你损坏了，谁来救他们？我承诺一定会救他们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不过除了相信我，你们也别无选择。好，我给你神网账号，如果你敢食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竟然连元刃这把也命都传来了。嗯，很好，看来是放弃得很彻底。我们想问个问题。看在你们这么配合的份上，我心情很好，问吧。那保险箱里到底是什么？是你们这样的人永远也没资格接触的东西。不过就稍微透露一点吧，你们知道空洞随时都在变化，逃生用的萝卜是计算海量的空洞数据得出的，但空洞观测设备会不断累积误差，为保证数据有效性，每过几天就必须使用一份特殊的空洞母本数据校准，也就是城市统治者手中仅有一份的罗塞塔数据。保险箱里的东西大概就相当于另一份罗塞塔数据，有了它也就能真正自由出入空洞了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东西确实很有价值，可以说是神将和盗洞客梦寐以求的宝物。不过这都和你们没关系了。好了，福利时间结束，说吧，电子密码在哪儿？你已经激活神将的认证身份了吗？没错。说起来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。喂喂喂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可没变成你们的朋友，你们没资格得寸进尺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既然你黑客技术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直接从我们的系统里窃走密码？知道密码在神网有备份后，为什么不直接黑住神网去抢？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们，不要逼我改变救人的承诺。仔细想想，除了控制我们的系统，你没有执行其他任何黑客该有的策略，反而像一个绑架犯一样，不断用妮可一行人的安全作为要挟。看来你的水平不过如此，你根本没有宣称的那样厉害。闭上你们的臭嘴，告诉我备份地址。哎呀，不要激动嘛，神秘黑客，我们现在是在帮你的忙，你最好听听看周围是不是有警笛声啦。你们做了什么？只是尽一下新爱丽都好市民的义务罢了。市政选举临近，官方号召市民们积极检举神将、盗洞客等危险分子，甚至开通了热线电话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刚才到底做了什么？准确的说，是通过专门热线向治安局提供了某个神网账号的准确信息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早就算计好了，为了让我上钩，竟然不惜抛弃法乐童的身份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们可没有抛弃法乐童的身份，只不过是舍弃了一个账号。这一切没完，你们会付出代价的。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现在 HDD 已经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下了。哥哥辛苦了。嗯，你也是。说起来等你刚才演的还挺像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突然对着黑客来一句我告诉你密码，就不怕我反应不过来吗？怎么会呢，毕竟我们可是法厄童啊。好了，恢复联系，让我们把妮可他们救出来吧。